家好，我是爱丽丝老师，接下来为您播报11月1号礼拜三各星座整体运势。恭喜运势最好的星座巨蟹座的朋友，桃花运佳，有一些突然来电的桃花。天蝎座的朋友，福神眷顾，好运都降临哦。摩羯座的朋友，人际呢交往呢达到一个高峰，有机会跟贵人互望互贵。运势最差的星座要注意的有金牛座的朋友，沟通的交流上各持己见。射手座的朋友呢，需要消化一下情绪，好好的把握时间修身养性吧。接下来是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数字7，请使用粉色；土象星座数字5，请使用蓝色；风象星座是8，请使用米色；水象星座是6，请使用金色。